这不比买牛肉划算吗？牛肉几十块钱一斤，这才十块钱一斤。你看看这上面的都多少？大家好，我老师，100块钱买4斤牛脖骨，看这100块钱值不值？是的，你吃过牛排没有啊？没有，我看跟这长得差不多，叫它搁这先泡一会儿吧。叫这锅子上，好肉都在当地锅炖，用那地锅炖出来才香嘞。这锅还管用的吗？咋不管用啊？这锅炖出来东西吃了不甜。这能上料是吧？嗯。大馍不给新锅那吗？你看那大馍跟新的一样吗？到开始生火。现在骨头捞出来再洗一下，起锅烧油，葱姜爆香，放上豆瓣叶，加入骨头，加水，放点盐调味，放点生抽老抽，放点奶，放入明明料包，盖上锅盖，卤上2小时。你看这火多细的很啊，这火，这应该炖的香啊，这一堆皮蛋都炖完了，这也差不多了，剩下火烤红鱼翅，来炖2小时了，看看炖的咋样。红油泡出锅了，乖乖的，咱炖的脱骨了。红焖油泡子出锅，真香真香！真香，你看看呢，还愿意吃的得劲。来，先干点小米肉先弄一块，看嘛，又辣又香。嗯，好吃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，吃吧。我炖一块子大的，哎，小味吃吧，真不赖。这孩子煮的真到位啊，这不比买牛肉划算吗？牛肉几十块钱一斤，这才十块钱一斤。你看看这上面的都多少？多不多？再来一罐子小麦饮料。嗯，这对的。这吃拉面还得转一次。大家好，我老师。几个物流的户都是从郑州到市区的散户，给他倒腾车，装上车给客户送过去。现在还不当啥货嘞，那现在过去看去，这一趟最少再给100块钱呢。都是从大车上倒了咱车上给客户送来就去了。不了，他都姓蒋的。喂，我要换。啥家伙，听你不准咱过去。你看看，后边哪都活都养了，养了，养了吧，这货。几个木头货，大车来卸完了，都接一个木箱，用4.9。几个这活轻松啊，给咱卸一车货，送上院东西，这100块钱到手了。到了，点货。给老板拍个单子，都快领钱了。下午可能还有一车货嘞。咱中午几个都不搁家吃，咱中午咱搁这吃个比较有面的拉面。给我2大碗，2大碗啊。啊，才11点多，我看走老人坐的慢慢的。哎，行吧。拉面来了。这家拉面搁咱这比较受欢迎，最有名字，这肉还不少啊，这肉。你看他那肉都是盛筷子的，肉真香。他这肉吃过最香啊，吃过还不行。这吃拉面还得转一次。你看现在开始站人了，这肉都是紧张不动了。有的人在这吃饭，我排40分钟，我半小时。是的，这物流上的价钱还不是多高啊？干物流啊？都是啊，掏最多的劲，挣最少的钱，不如钱不好挣啊。这跟送外卖的一样，一件都几块钱，不好挣啊。你都给这平常的物流的活啊，你得给人家打包手帮忙，你不给人家打包手帮忙，人家不叫你拉活，下回人家都不叫你了。到哪干活还得几块钱有钱的，没钱的魏总啊，老板不要你，吃饱喝足。走，咱再去拉一车去。这羊肉煮好了，吃的可比羊肉香啊！咦，喂，哎，叔，啊，啥？
你确定明天上午有时间吗？啊，有。有，我得到，我这边得到，去联盟往那去中啊。走。四大，那面个的活又接住了吗？俺接着活嘞，邻居也给他帮忙。他这下雨嘞，门都是光往我烧水，叫我给他粘个铁皮。大个夜他不是光往我烧水嘞吗？明天去给他帮忙，这都多嘞，老邻居，人家大家也给他帮忙了，也不缺不合适啊，对不对？叫他父母这先批评。后毛漂的差不多了，小子捞出来，再尝个糖水，加一点清水，糖水淘的差不多了，倒水，下入羊杂，花椒、麻椒、干辣椒，放入米米料板，放点盐调味，放点鸡精，放点奶奶，盖上锅盖，卤上半小时，热腾腾的羊杂出锅了。捞出来先凉一份，再调个料汁，老板吧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小妹儿喝饿坏了吧？我肚子要不要啊？吃饭来，来吧，你吃清淡，我吃肉。这羊杂煮好了，吃的可比羊肉香啊。别急，我的牙补上了，来吃饭更香了。装的啥羊啊？装的陶瓷的，花500大洋的。大家好，我老四，一上午可有的忙了，这一上午尽量忙活，来不及吃早饭了，买了煎饼豆浆喝喝。这豆浆才1块钱一杯，这煎饼涨价了，现在1块钱3了，这3块钱早餐都解约了。走了，赶紧出发。乖乖嘞，这才是顺义路啊。好地方了，开始装货啊。老板说这一趟人手不够，咱得给他大把手装装谢谢。老板要多加100块钱，这一趟活管挣200块。上午那一趟活又给他推到下午了，走。这开着车再听个美丽课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。不得走不到2楼梯子，带走了最后的飘落的黄叶。到点了，老板要吃饭了，走。看到老板不闲了，一年挣几十万，咱这是好长时间老伙计了。这都没有面来了，就你这个，这面咱上就还不少嘞。再拿两，里边太吵了，咱搁外边吃。你看这烩面得意不得意？他在五台架子拉了内蒙啊，每个大车直接摔在内蒙，一星期之后，这一趟老板要挣个大钱了，他不挣钱还跑恁远吗？得3年多地的吧？这都认识30多年老伙计了，俺俩玩的不赖。他有活了，拉五台了，拉音响来的，他都叫我。吃饱喝足，叫碗给老板送去。咱搁这等我大车，叫他装上大厂都去了。完成任务了，那一趟我挣100，修车要花300，这事都得补贴。大家好，我老四，今个补贴户啊，嗯，挣100，花300，还倒贴200嘞。嗯，走吧，收工回家。哎，又瞎忙活一天哟，叫这玻璃帮子别下雨淋成水了。好，你。刚才没人呢，大爷听到老伴儿玩去了呢。哎，还不来了，今个留来个饭嘞。过来个稀饭，再泡两袋子方便面吃。这方便面多少时候不吃还怪香的慌嘞。今个弄个红烧牛肉面吃，再弄个青菜，还有一袋子牛肉嘞。
说咱这裤子怪亮亮，啥时候买的？这恁三哥给我的，他是大牌子的，他阿里嘎斯的。我也不懂你那啥子阿里嘎斯的。谁开下面？飞上两包，再放点调料粉，放一袋子牛肉。都怪了，哎，好，三盘碗里来了。有三个碗里了，上是算了，今儿我带好吃的没有？今天正忙了，忘了给你带包嘞。是咱今儿忙啥嘞？咋能这么晚才回来？哎，别提了，半年都也送货去了，车坏半桩了，叫修车的要车又拉回来，修车搬家我车才修好，货给人送完才回来。来一趟我挣100，修车要花300，这事弄得不提啊。这日车光出毛病，修这坏多呢。成天挣的钱不够修车的，不是带烂都是发动机出现故障。看那块牛肉得意不得意？嗯，我真香。不多了，再攒点钱换一辆新车多了。成天见咱走的咱坏那坏的，哎，我看着我嘞，时间长点车，老化了，再攒点钱买个四轮的，开着稳当。你不是没随证吗？考完我慢慢考完，到时候你教教我，科目一都齐了，科目一、科目四教我都齐了。开车我不怕，我都害怕坐骑。车保好走了，走了睡觉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四，今个接一趟活，五公里100块钱。现在开始给他干活。这都找好了，这一袋子40斤，这一百袋子4000斤，这一车有2吨5。哎，咱们再咋整，咱赶紧卸进去。你给他看上车，咱等会儿再说。叫他大厂的药给他卸掉，一个人又管挣5多块钱。你都白去了，那厂里不要紧，你给他看上车。好，我走。临时有一车祸，四大又跟人家卸这一车祸去了。这一车祸不耽误，老板说卸完那一车再送这一车。卸完了，走，咱去送货去。这一车卸下来200块钱，俺四个人一个人分5多块钱，都上午吃饭去了。咱都一上午了，走，咱去吃点饭去。好长时间没吃过米饭了，今个炖个米饭吃吃，叫桌子先吃啊。稳当的很。两个菜，一个鱼香肉丝，一个土豆条，这一顿两个菜，生活还可自在。今个饿回来先扒两口。今个赶得太急了，早上饭没吃嘴的，现在2-3点了，饿回来。今个可出大礼了，15000斤货我全部都得摸一遍手。是咱这弄一上午呢，才挣150，少不少啊？这都不少了，这一上午挣100多，上哪找去？送这一趟货最多20块钱了又，还130还少吗？搁咱这3、4线城市，我一天挣100，比你大学生挣的都多。那你说这不假，是咱现在年轻人的思想跟恁的思想不一样了。咋不一样嘞？现在年轻人想的啥吧？俺们只要不努力，老板们都过不上他们想要的生活。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呀、啊。你这想的都太多了，我想的都叫咱一票货送完，再送一票货都走。走了，出发送货。又买一个白鸭，这俺弄的有青菜，咱今中午涮个羊肉火锅吃吃。去了重阳。弄个清汤锅，再弄个麻辣锅。是的，你这还怪会享受的。哎，有活儿来都好好干，没活儿都给家好好歇歇。这咱老一结合着来，能吃苦才能享福啊！能吃能干才是福啊！光吃不干也不行啊！是的，这吃火锅不得配着好酒吗？我上次给你拿的酒你喝了呢。还有的啊，你上哪个柜子都找找看看。这咋还搁那严实？之前你都说这贵昌真好喝，我专门叫俺朋友从贵州带过来的，咋到现在还没打开呢？这一阵有点忙，等一会儿打开，咱俩多整2杯。
后我里边加点水，红盐、红枣、枸杞，我的麻辣锅，咱还带着滚的，来小秘书先给我压着吃着来。谢老伯伯走，人家青菜丸子。都有青菜丸子都准备好了，来小宝贝儿，我先给你调点料。二斤羊肉卷，一个板鸭，一桌子菜，先炖个板鸭吃。来小宝贝儿，先给你捞点羊肉吃，好吃吧咱？好吃，好吃吃吧。来来来，咱先倒满。哎，你也别说，这老酒确实不一样，酒香味闻着都是舒服。那是的，这是正儿八经的好酒，用的君龙园的工艺都和茅台一样的。来吧，来，在桂堂里喝了确实是醇厚还香，尤其那个茅香味特别明显，经常喝酒的人一喝都喝出来了。咦，你这喝酒都喝出经验了似的。来，再下点老伴爱吃的丸子，青菜你得多吃点，这青菜吃的好。这几十年的老酒厂了，也不咋做宣传，恁好的酒名气不大，可以了。那是的，买瓶茅台够买十几瓶子这的。这来倒哎，那些菜嘞，这得吃完了。来吃，来吃。上回恁帅哥来晚了，要他尝尝这酒嘞。那不是还有几瓶子呢吗？下回来了叫他喝。那几个闲了，咱俩再添点。嗯，还喝吗？你喝吧。你这面个没活嘛，都喝一杯多了。不爱说，这酒喝多了不上头，还不当明天干活。一份大盘鸡，一份小酥肉，这外边一份，莫随便吃。到了，开始歇货了。酥皮的，这一车两个地方挨到了一起。起货了，这一趟活轻松。走。咱送完货了，如果在工地的，搁在工地上吃点饭。你看，我不开了，开，开，那咱去吃饭去。我咋饭啊，老板？老面条有菜有馒头。老面条有菜有馒头。愉快，没看你吃啥东西。嗯，看都啥菜？那是老面条。鸡蛋汤。八年鸡蛋，蒸菜扣碗。12块钱一份，没米随便吃。这蒸菜看着不赖、啊、哎，这小酥肉，这大盘鸡，我来一份尝尝。这馍啊，工人随便吃，还挣钱吗？这那都跟着那饭走的菜走的，还一份12块钱一份馍，馍随便吃，管吃饱，管饱、啊。对，那中啊，管吃饱中，一共管吃过15个馍。那俺姑娘管十位。嗯，一份大盘鸡，一份小酥肉，10块钱一份，馍随便吃。你看这小酥肉都不赖、啊，这一盘那个。搁饭店里给我带24，你这地摊比那小饭店住的有味儿，好吃。他一人也不容易，6点就上班了吧？他可能都6点。啊，6点到11点半都下班了。嗯，下这个样。这小酥肉味道确实不赖，做的管吃饱，馍随便吃。红丽阳老师最喜欢吃这饭。你看这鸡块满嫩嫩的，都是肉。不辣吗？石大姐，你现在上工地干活，受了受不了嘞？受不了，还光上地里，实在要是我是顶不了。再炖一个。我怎么往那汤里泡才好吃？咱要炖一个，我炖4个了。赶紧吃，吃了还送货的，这个最好得送4车。